亲，这都中午了。严总发火了吗？严总怎么会跟你发火呢？发火也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。别看了，去总裁办了。部门的同事啊，都轮流过去问话。刚来了一个执行董事呀，女王一样。你放心，问话呀没轮到你，你迟到了也没人知道。喂。哦，赵子慧，在的在的。好的好的。轮到你了。你们都说什么了？有人一分钟，有人十分钟，这哪说得准呀？够美啦！可是可以啊，什么牌子都有。等会儿，我冰镇。啊，来了。我介绍一下，我们部门赵子慧，负责核定项目投资额度。选定战略投资目标，同时也是我的业务助理。我李倩。巴黎调回来负责上海公司的。我的习惯是事先互相认识一下，省得猜疑，减低工作效率。我赵子慧，26岁。有什么好紧张的？你的资料我已经看过了，叫你过来主要是了解我。我不想了解你。还是了解一下比较好吧。我38岁，离异，目前单身，上海本地人，哈佛商学院毕业 ，UC 供职6年。外地也去3年。我这个人平常性格比较专横，当然了，有时候也可以比较随和。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我。没什么问的。你的资料我看过了，背景不错，稳当扎实。谢谢吕总夸奖。继续努力。同时，做好严总的助手。我会的。对我有问题吗？你可以提。李总，我想提前去巴黎总部工作。为什么？我在外地一起工作2年了，希望更深入的了解公司的运作理念。以便以后像吕总一样，更好的为 YDH 工作。而且，严总之前也是这么要求的。你要求他去巴黎？啊，是。去巴黎，也不代表你能像我一样。我没有想像吕总一样。只是希望上进。刚才我问的是让你问问题，不是让你提要求。我还不够了解你，以后如果有问题我会问的。好，那我问问题。吕总您问。你觉得自己爱 YDH 吗？爱。道理。我就这几年年轻的时间已经在 YDH 投入2年，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理由让我离开，所以我还会再努力1年。第3年，如果有想离开的原因，那就意味着我要否定放弃前2年的努力。我觉得没有什么诱惑比2年最年轻的时间更加珍贵，所以我还会在 YDH 第3年、第4年。青春短暂，付出越多就越不舍，越往后就越知足。我觉得知足就是爱。26岁，资料上是真实的，很实际。尽管我不太赞同你对职业的描述，但是我喜欢你。我也喜欢吕总。第二个问题，为什么 RD 的项目比通常成本高出16个点？
这点我也觉得很奇怪。据了解，是买方成本上浮了。在这里，我不讨论具体，我也不会贸然断定一个项目有问题。一周之内给我一份求证清理报告。好的，辛苦了。那吕总、严总，我先出去了。哦。干什么？是他吧？怎么可能？我的助理。少来这套！你这么计较，表示你着急想跟我复婚吧？是你想复婚吧？现在还不行。